请各位老师管理好本班学员，不要进入表演赛区域，否则受到魂技牵连，后果自负。小三，戴上面具。老师，为什么？当初你给武魂殿留下的印象太深刻，虽然你现在容貌气质完全改变，但还是尽量不要暴露的好。你们也都戴上吧，保持点神秘感也好。的学长为学院赢得了魂师大赛总冠军的荣耀。今天这场表演赛不是让你们看热闹的，而是要让你们知道从我们史莱克毕业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实力。小怪物们，报出你们的等级。戴沐白，63级强攻系战魂帝，唐三，59级控制系战魂王，马红俊，57级强攻系战魂王，宁荣荣，60级辅助系战魂帝，朱朱清，60级敏攻系战魂帝。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。接下来的比试，只要史莱克五怪能够在我和赵院长的联手攻击下坚持三炷香，就算他们赢。刘院长，准备香吧。要不要手下留情啊？忘了当初唐三刚来学院时你那惨样了？注意出手分寸就是了。你在下边当主力啊，我在空中骚扰。又让我当肉盾，老大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放心吧，我会在空中给你足够火力支持的，你放手攻击就是了。赵无极，81级强攻系战魂斗罗。弗兰德，83级敏攻系战魂斗罗。开始，兄弟们，该我们了。